等一下，所以我是有老婆小孩的，然后还要去酒店玩，太棒了吧！这游戏打工，等一下，打工是叫老婆去打工吗？这游戏太棒了吧！这是什么史上最棒的游戏？这什么人渣模拟器啊！我刚在回顾，大概半年前，那个时候真的是大概每个礼拜都有一款，至少一款手游大作在推出。而且那种都是铺天盖地的广告的那种手游，要么很烂，但是铺天盖地的广告；要么很好，然后广告打比较小，然后但是大家还是会有点好奇它要如何这样子。最近好像打广告很大的手游广告真的偏少，你自己去看吧哈，能突然杀进这个排行榜的其实不多。但通常啦，这种大广告都是要一口气能杀进排行的。最近要做封面的选择跟题材的选择上变得有点痛苦，所以我就只好一直找一些特定的主题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样子。但这种就是很消耗啊，就要一直想主题比较麻烦。然后所以呢，我后来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再稍微调整一下策略。我们这个手游快筛啊，应该要再增加一个辩题。我今天其实一直在想，我今天这个辩题要讲什么？没有错，炒冷饭。我其实当然就是要炒冷饭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是这么无端端的，就是把这个冷饭就拿出来，之前也干过啊，但也不能常这样嘛。我们还是要找一个恰当的理由，把这些冷饭端上来，我们就可以再用一次蔚蓝档案，再用一次碧蓝航线的这个做封面啊。那个我们看吧，娘又再有更有进展了，这个越来越有感觉了，所以成果我觉得应该会还不错了，应该还一开始有时候也会陷入一点，这样子是。这样看起来还不错，但会让人很喜欢吗？不确定。然后到现在一直改，就好像有感觉了，有感觉了，有 feel 这样。那其实我中间也确实有做了一些回头修改，这样就是大家这个会是最讨厌的哦，这个改，然后又回头说，你可不可以再帮我改一个这个版本看看？啊，我是有加钱啦，我是有加钱。我自己在跟会师沟通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这个如果你有觉得这个工作有多做的话。然后就是你就是直接加钱没有关系，没有什么是加钱解决不了的。不是，因为你知道吗，我们这一行其实比起花钱啊，我们更怕你私下跟别人说，那个 AJ 很难搞，那个 AJ 不要接他的工作，他真的很鸡掰，这种话传出去反而比较麻烦。所以通常在各种合作上，我都是绝对不会去亏待对方，我都会强调，就是如果你觉得钱不够啊，这个金额不对啊，你都是可以加，就是你可以再跟我谈啊。如果你当然加到你一个我真的扛不住的金额，我就跟你讲清楚嘛，我就付不起啊。但是如果我觉得金额合理，那我能加的我都会加，还需要私下吗？大家都知道吧，乱讲。Death Incoming 这一款我已经载超级久了，这一款我看起来还不错。怎样？这是怎样？啊？我用剪刀剪破水壶 ，OK， 我要把它吊死。他为什么要突然站上去吊死？我只是把毛巾放上去而已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太狠了。不要讨论逻辑，不对吧？看一下，狗狗，狗狗。哦，这也可以。OK， 我比较好奇那只狗狗在旁边夸小，这是暗喻这些死掉的人都代表被杰哥工伤过的厂商个屁。狗狗是烟雾弹，好吧？他是在看爱情动作片吗？给他喝肥宅快乐水，很爽哦。关掉。好哦。很棒，我知道这个是要把这个僵尸敲出来吃它。天才，看一下啊。OK， 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快要毒发了，快要毒发了。我也真不知道这种游戏到底给谁玩的。你妈才不会玩这个，你妈会去玩10000关的 Candy Crush。
第一次看到阳气这么重，笑死欸，还好还好，这一款真的算 OK， 应该说就当然也是阳气重啦，但也没到那么重。给这幼儿园的子女玩个屁啊，这么血腥的游戏。这款 Death Incoming 阳性8 7%阴性 12%171 人投票，优质游戏介绍工商赞赞。我们玩这款叫做 Trick Brain Story 啊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这到底有几个游戏啊？这两个人画风还长得不一样是怎样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连连看，这个迪士尼有授权吗？这个迪士尼不太开心哦。玩了5分钟，广告4分半，真的。我想一下，好了，淹死他，没有错。啊，这样真的是对的，这样真的过关。你他妈的，我乱按欸。结算结算结算，这款 Trick Brain Story 阳性 89%， 阴性 4%，133 人投票，骂的垃圾。这款看起来就很好玩，是怎样？他想要绕赛，然后呢？啊？啊？我到底玩了什么奇怪的游戏？我们真的是把各种垃圾玩了一玩。我发现大家已经看腻垃圾了哦，我们最近会转型，增加新的节目内容，把那些精彩有料好玩的手游拿出来玩给大家看。什么都在拿垃圾搪塞你们，我们手游快塞的真谛就是拿各种垃圾手游出来玩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不就是完全符合了手游快塞吗？好玩我自己玩就好了，垃圾要看杰哥玩，不要冒着中风的风险。我的血管快要塞住了啊，干，这游戏他妈爽在哪里？救命！哎，好烦啊，怎么都是他妈一堆垃圾。他今天很燥，怎么叫我今天很燥？玩这些你能不燥吗？这一款 Naughty Puzzle Brain Test 阳性 91%， 阴性 8%， 170人投票，妈的粪便。我们先来玩这款 Who Dies First？ 怎样啊？什么东西？啊？杰哥是不是又在骗我们？哪有？这游戏很有料啊！这一款就是猫狗大战，完美。这款好玩在哪里？我有点不懂欸。如果有人懂这款游戏好玩在哪里，可以跟我分享一下。看起来比前面两款好玩，这倒是真的。哦，干，我插到他的鸡鸡。哎，完了，彼此都杀不死对方。哎，干，他炸到我。打开手机玩粪game，发现是在浪费时间，而且没有人爱你，没有错。这款 Who Die First 阳性 88%， 阴性 11%，134 人投票，优质游戏哦，太有料了，记得找我工商。最强武士道，我只记得这两张，完美。这个最近很常见，干，我们刚看了超多次这个的广告。以为刚刚那个就是游戏，也没有，那是读取中的小游戏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是一个盖盖盖游戏吗？哇！我刚还觉得哎，这个很炫，突然想了一下，这个抽卡他妈的是学鬼线东京的吧？他前面还好，后来突然看到他拉那个线，有点干，这是鬼线东京吗？泪鬼线东京，难道是泪剑员？哇，这是一个方向改变的泪剑员游戏，它从这个左右对打变成这个上下对打，真好玩，就喜欢泪剑员了。可以投了个屁啊，再玩一下，尊重懂不懂？这么好玩的游戏，肯定要分享给各位的吧？看一下，这个能有按的空间吗？没有，所以它就纯摆正而已，它也不能按技能。小游戏比较好玩，看，好了，有那味儿了，全自动手游完美。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图鉴，
这个腿真的是不错，这有那么好玩吗？没有啊，超无聊啊，游戏性零分的那种啊。啊，但手游本来就不好玩啊。请问我们有哪几款手游是真正好玩的？游戏性 1.5FGO， 至少不用玩。FGO 最大的缺点就是逼你玩哦，能够不玩这些手游，不用坐牢，也是一种幸福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差不多啦差不多啦，放弃了放弃了，他还在教学。最强武士道 90% 阳性 9% 阴性 ,144 人投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指教，最强武士道帮你们玩完了，这款不要下载，妈的垃圾。这一款叫做欠钱就用赌博还，非常符合台湾的风格哦，逻辑正确逻辑正确。欠钱就是要用赌博还啊，不是应该要去玩 FX。玩 FX 接下来就要下海了，去赌马没有问题。 7.2 倍 ,30 倍 ,100 枚。干，这个声音他妈好破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黄色是不是？哎哎，哦哦，我是按到这个点子，哎呀，我故意的我故意的，没有问题的，赢了，居然赢了。 Kappa Kappa 是那个打薄情歌吗？哎，不对， Kappa 是跟小姐玩吗？ Number One 酒店的意思是哆啦 A DVD， 赞啦，你们是不是不受控制了？等一下，所以我是有老婆小孩的，然后还要去酒店玩，太棒了吧这游戏。打工，等一下，打工是叫老婆去打工吗？这游戏太棒了吧，这是什么史上最棒的游戏？这什么人渣模拟器啊，还被动收入，干，这什么人渣模拟器，干，他就在这边打工，你是自由的，在他打工的同时我们可以去 Kappa 玩，太赞了吧，玩吃饺子老虎机，在你老婆在打工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去玩这个吃饺子老虎机，这是在赚钱养家，好不好？赚钱养家的部分。好了，再赌个别的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抽奖是不是？买彩券，一发入魂，先买个100张来爽爽，一天只能买10张。好了，再玩几台吃饺子老虎机，一回5000块的没问题，这个才能赚大钱。搞什么啊？哎，有没有赚大钱发大财？哎，这样有吗？这样有发财了吗？发财了，好了，赚大钱。哎呀，能不能跟我的小孩玩？不行啊，我老婆是打工完了没？还有三分钟，搞什么鬼？看一下能送她什么？送个这个按摩器，有料。公关小姐送到一定的好感值会送礼物哦。公关小姐礼物有赌博加成，干，你们到底多熟练啊？哦吼，你看赚大钱，好了，零天。这个就是还不出钱，然后好，可以用这个羽毛再熬一天这样子，人渣版的 P5， 干，真的渣男模拟器真好玩。哎，能不能叫我小孩去当童工？没有叫小孩去当童工的选项，或者是有没有不要付学费的选项？加5000有没有？完了。有没有加5000不亏？哎、欸，剩200块了。哎、欸，杰哥真熟练，好担心零星。干，不会哈？干，这女人工作完了没啊？打工的钱给我。哎、欸，又有钱了，6000块。快，你再去打工，又有6000块了。就说我在养家哈。哎，啊，什么意思？我刚是偷转，然后被发现是不是？还是什么？完了。没了，惨了，老婆下班了，叫她继续加班，这不是一定要的吗？哎，这个游戏充分了体验当渣男的快乐，哎，哎，你看赚大钱，搞啥呢？好了，没了，可怜了，这款欠债要靠赌博来还，阴性 69%， 阳性 30%， 156人投票，优质游戏啊，真的好玩。难得当了一回渣男，真快乐。你们知道这种人渣败类为什么这么都还交得到女朋友、娶得到老婆？因为他们的人生哦，非常的没有未来。
他们可以疯狂的画大饼。那女生呢，有时候就需要你稍微画一下大饼，就是我们结婚生小孩好不好？你要说好，生，生了我养，我爱你，爱你一辈子，直接结婚没有问题，你的未来我照顾你。你就知道你是要敢画这些大饼，疯狂的画，女生才会喜欢你。这种人渣败类哦，为什么都有 女朋友有老婆？就是因为这样。为什么你那么熟练？哎呀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这个看了网络上学的，网络上学的，就是这样才拔到菱形的吗？没有，看我对菱形真心诚意非常之诚恳，好不好？不要乱讲，这才是真正的良性关系教学。这就是杰哥的恋爱课程吗？报名。不要乱讲。恋爱家教 AJ 会比 Edward 有料吗？肯定没有啊，毕竟我帅成这样，这个当恋爱家教没有参考价值